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Good morning from Buenos Aires, Argentina for me.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everyone. 这个南美，Buenos Aires，晚上好的吧，或者早上好的吧，主要是看你们所在地的吧。非常高兴，我可以开始这个 banquet， 这个是好的、不好看的和恶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些面孔。我从阿根廷进行主持，和我同事的吧，来自德国的吧，总是感谢波兰的政府组织这个 banquet 是整个论坛。我非常遗憾的吧，不能亲自到现场，原来有这样的一些计划。 本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亲自过来，但是没有，不能这实现，对吧？但是我看到，这么多一些熟悉的面孔、一些朋友在场的吧，我更加遗憾，对吧？那么，今天的这个板块主要的是还是关于这个疫情，它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吧和人所有的一些生活的领域，对吧？ 我们将会谈包括青年地方和国家的一些活动，我们综合的名称叫 NRI， 这个年轻人的一些所作所为的吧，影响到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发展一些状况的吧。好，接下来 Sandra 发言的吧。 各位大家好的吧，我热烈欢迎代表这个 NRI 世界的成员对吧？非常遗憾的吧，在我国家，在德国的吧，疫情的状况并不是良好的，因此，我决定不到波兰，不到现场。 不要冒这个风险被感染，对吧？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是有没有地方空的地方，床位在医院里边，对吧？很有可能是排不上，对吧？那么我知道这个筹备工作的也花了三四个月，对吧？我们的 NRI 的小组，对吧？他们负责。 国家和地区，或者是青少年的一些活动，他们定期办头，对吧？这有阿尼亚领导那边组织，对吧？我们就当总共有这样的小组有135个，他们是下往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吧？ 有专门的一些报告人，对吧？他们就是对我们的论坛准备的一些报告，对吧？在这个板块结束期间，对吧？这些报告人可以做对这个小组的工作的做一些他们的工作的总结。Olga， 那么咱介绍这一次的板块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子吧？ 谢谢。我们参与者人数比较多的，都是在线的吧？很多人很想积极参与的吧？这个板块，所以我认为，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模式。没有实现安排的一个策划的吧？但是我希望，每一位会遵守给予的时间。 不要超过两分钟，这样可以更多的人可以发言，对吧？也可以提出来，对吧？在聊天群里边，对吧？可以提出一些想法，一些发表意见或者一些问题。前面已经所说的吧，我们主要的主题是。
在危机期间的互联网，它的作用，我们教会什么？在这里有三个领域的，一个是好的一些新的商机，远程工作的吧，电商啊，等等；不好的吧是，网络犯罪，或者是不好干的一些一面。就是影响违反人权的吧，恶意的仇恨啊等等。那么关于这个好的、坏的和恶的列方面的吧，请发表意见的吧，但是比较浓缩性的吧，不要超过两分钟的吧。好，桑德拉，你就接着麦克风。我们先开始。讲证词，就是说，我想所有的 NRI 小组的这个代表，我在这里有一个清单，一个名单。我想这个阿尼亚可以核对一下吧，这个名单，让大家分享你们的经验的吧，就是这些好的和坏的面孔，互联网的一个面孔。那么再次说服，如果是用远程的枢纽有一些问题的吧，可以在聊天群里边的吧发出信号或者是举手，可以引起注意的吧。好像是 Osvaldo 想要说，不知道是 Over 的 Over 的按钮还是故意的，因为是从时钟那边是亮着吧。如果真的是要发表的话，好的，我如果是要说到政治，在多米尼加我们现在已经有比较丰盛的经验，互联网创造新的一些商机、新的机会，可以有我们从事业务经营的吧，一个新的一些模式，可以在线推荐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比如超市原来不是非常乐意的建立一些软件帮助在线采购东西，对吧？不是每一个超市可以提供一些供货服务。那么应该是说的是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吧，是积极冻掉了这个超市整个一个行业，投入资金、投入人力的创造这样的一些软件、小软件。关于教育，我本身也是一个老师，我是在一所大学里边讲课的吧，也是讲课关于互联网的安全的吧。我们可以把这些讲课转到在线的吧，可以给所有的学生提供的吧，不是一直是非常方便的吧，有的时候是要设定新的连接，有些留在学校里边，但是这些从家里在留在学校里边的吧，这个internet 是免费的吧，但是回到家里留在家里的吧，有的时候他们的连接需要我们提供给他们新的一种连接方式啊。那么对这些是对internet 互联网的吧和internet 空间的吧有兴趣的吧，我们给他们给予这样的一个利用这个商机的吧，让越来越多的内容提供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我们的学生。所以我看到的一些这个疫情当中比较好的一些影响，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动作的吧，是动起来的吧，流量更大的吧，更多的内容是在数字化的吧，在互联网可以提供的吧。
数字化这个过程，特别是像政府提供的话是也是有多方面的一个方式。我们接受了一个数码发展的一个策划，在这里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受益者的吧，这也是也造成的吧，改善这个联通的一个流量的吧。在疫情之前的吧，这个互联网不是那么好的。我再次请求大家遵守这个两分钟这个限制的吧。我本来想我们可以开通一种表在那个 Zoom 上面的吧，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的感受流到是时间流逝的吧。好，我那个在名单上面看到的一个 Laura Palacio 一个名字，请可快速介绍自我介绍的吧，然后是发表。Laura 听见我们吗？好，大家好的吧。我代表哥伦比亚互联网治理组织，我也代表斯佩隆纳大学的和库巴大学生。在疫情期间，互联网对我们整个一个经济影响非常大的，就是像奥斯瓦德那边讲过的吧，很多商店、很多一些服务店都是被迫关闭的吧，然后自己的业务全都转移到互联网。在去年，这样的一个电商增加了40%。同时也要说明整个这样的一个专业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整个一个社会的吧。当然这里是有好的也负面的影响，这个我是讲的吧，地方的吧和全国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说在哥伦比亚一些地方的吧，这个大型的流量引起经常的一些故障超负荷的现象，这个也是会造成的吧用户的一个不可信的不是信任的吧。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个言语自由的吧，有多么的重要的，而且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的吧，在我国在疫情的今年我们的政府推出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些措施，不同的措施，有些措施也引起了在有些社会界的吧很大的不安，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会受到侵犯。在一些平台上面的吧更加明确的吧可以看到的吧，互联网的运行的一些弱点的吧，比如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不是每一个平台不是每个软件会遵守这些权利，这个很多一些小软件 APP 啊一些软件就可以看见的吧。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好，非常感谢。那么我们暂且我们关注这些好的一面，你已经开始讲负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目前仍然讲好的一面的吧，好的变化，不好的留在后面的吧。但是再次请求保持这个两分钟的一个时间限制的吧。接下来是 Rodney 会讲话的，接下来是 Manuel 和Mohammed。好 ，Rodney， 你讲话的两分钟，就两分钟。Rodney Taylor。问候大家，大家好，我代表加勒比电讯政府机构。我们非常很高兴第十
期间能够在加勒比海进行，我们很高兴在也能在工作远程上班，这也是我们能在远程教育上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也有人在互联网上允许在社会媒体和每天的日常当中有很多的方便。那么如果谈到政府使用互联网的时候，让我们的数字创新的转变转型做了很多的贡献，很多的政府部门可以更加容易接近人民，经济有很多依靠旅游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他们没有非常的受到影响，在新冠的事情，这些好的方面都是促进了数字转型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应对新冠的挑战。下面 Anders，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我代表的是一个互联网爱沙尼亚互联网管理的一个基金会。如果谈到一些它的优点方面，网络的优点方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谈到爱沙尼亚互联网管理的情况，这个具体的是牵涉到在爱沙尼亚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已经是第七次了互联网治理大会，确实是这样的论坛可以在网上进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使用了一种混合的方式，就是线上线下一种联合的方式。我们也用了 Zoom 平台，而且请了一些专家，有一些专门的视频的制作办公室。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录的视频。我想我现在能给大家播放一下。You are the best guys.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spoiled the main discussion. Why I wanted to share it is because we all are humans. 为什么我想把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人类。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会尽量属于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把它做得好。我们也认为在数字的时代，我们应该把网络用到最好。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想说几句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发言人可以接受。我们还能请 Jennifer Emmanuel Mohamed Aileen， 下面还有 Nazar，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还有一个是愿意发言的人。这些发言人是要说的是关于互联网的优点。那么下一轮我们就会谈一些网络的缺点或者不足。代表亚洲和太平洋，我现在在波兰，在卡托维茨，我说的应该非常简短。如果谈到我们的地区，就像所有的人在其他地区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要和新冠的负面做斗争、做影响。那么好的一面呢是什么呢？在教育方面更加的关注，很快的提供了远程的教育服务，同时
也把一些信息用什么方法，孩子可以，年轻人可以一直持续自己的教育，这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息都给大家传播了。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很多的信息的混乱，做了很多方面的研究，在尼泊尔发现了非常优势，一个好的优点，在教育部提供的教育新时教育情况下，这些项目当中包括扩展数字教育的方法。这个项目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地区都已经落实。他这个项目已经说了，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方法，能够提供远程的教育服务。如果谈到中亚地区这一类的项目，也做了一些投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远处郊区很远的乡村的学生也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资料和资源，可以在当地的当地的语言可以进行教育的传播，这是需要在利用可行的资源给大家在新冠地区进行远程教育。那么在意大利是什么情况呢？我是董事会的，就是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意大利负责人。我们看到几个优点的地方，我想说一点，就是关于整个数字化的转型更加的迅速，绝对的增加了速度，尤其是在学习新的网络技能方面，这些不光是牵涉到中小型企业，而且还有关于一些社会的团体。我们也知道，在所很大的积极的投入，包括各个商业行会，他们都积极的投入和沟通，和中小型企业的沟通，告诉他们哪一些优势可以提供比较好的互联网的使用。关于我们的社会一些团体，我们在更大的程度推广了数字的可靠性，也就是说更加广阔的地区，我们的人民可以用更好的网络验证来获得网络的服务，这样就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经常的、更好的利用数字的服务、互联网的服务。在结束，我想说一些教育方面的服务，尤其是远程教育被EGF 准备了意大利的培训，我们培训了500,000的学生和青年人，让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数据，安全使用数据，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意识可以保护数据。下面请穆哈马拉说几句。你们好，我代表EGF 在北非地区。我想说的是，我们非常积极的活动，而且积极的讨论关于这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 EGF 峰会的期间，在新冠流行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地区像其他的地区一样，都进行了开始远程教育。在埃及，我们这些的远程教育方案已经投入了一些资金，能够缩小负面的影响。教育部希望能够给
儿童和孩子有一些不受影响的获得知识。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冠十九的时候，我们的网上的商业贸易可以说是积极的推进，大家都知道可以在网络上采购，这也使得企业家可以维持在新冠的时候维持他们的生意。这些销售软件都是在我们地区也是非常流行了，我估计这就是最好的一些影响。要说的我们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吧，他们越来越信赖这个销售渠道。这个是说到这里，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收到了信息，那个聊天有来自 Tracy 的 Trinidad 岛。还有一位他也是想发表的吧。希望能看到。Nana 是在卡托维茨现场。非常感谢，我叫 Nana。我想在这里想分享我的一种思想，就是NRI 一个小组那个工作的，我是组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对吧？去年我们的伦敦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是在线的一个方式，今年在瑞士要举办的吧，所以我们准备在立宪的吧，这个在现场那边组织论坛。我相信在利用这个论坛的一个组织的一些机会的吧，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地方的这个枢纽可以利用起来的，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的吧，像联合国工作的继续开展的吧，我们已经举办了20个地方的会议，我们有程序委员会的吧，有委员会的是工作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论坛会在现场召开的吧。那再次要说吧，非常遗憾的吧，我们已经不能接受更多的发言的这个人选的吧。接下来发言的是艾琳，她是提前那边是申办的吧。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的吧，我叫艾琳，我代表阿根廷的那个 NRI 小组的吧。我们聚集的吧，青少年那个青年人的吧，不仅是阿根廷本国，但是也是附近的一些地方的吧。应该是说的在疫情期间的吧，我们启发了很多一些活动，比如提高自己的一些能力，这个继续我们总结了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回顾的一些总结，在更广泛的平台上面的吧。今年有很多一些机会可以建立新的一些合作，这个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吧。像我们组织在阿根廷，我们组织了年度的这个分会，我们通过电子远程的一个方式操作的吧，从阿根廷各地的吧进行交流的吧。这是对我们现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沟通的一个交流一个平台的吧。这个非常重要的是进行信息看法的一些交流，不仅仅是年轻年人，但是也是不同的年代的一些人员的吧之间的吧。那么在疫情期间的吧，他会教会我们的吧，是不要忧虑，应该利用所有的一些机会，所有的一些商机，在和平的共存的吧进行加强合作。好，那么接下来感谢艾琳呢，接下来
有另外一个人要发言的吧。我叫 Nazar，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是来坦桑尼亚，我代表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坦桑尼亚。我在这里想要说，关于这个疫情的好的影响或者是好的效果的吧。我想疫情导致我们本地的环境出现的新的一些差异，像地方的一些大学开始编辑新的平台，这些平台给予远程教育的吧新的一些机会的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码化的吧，公共服务的吧一些进行数码化的吧，整个一个程序整个一个过程明显的吧加速的吧。现在我们跟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电脑通过互联网可以连接上的吧，包括对疫情进行一些研究一些测试的吧，测试结果的吧，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天网收到，没必要再一次去到这个检验站的吧。那么减少了这个在线那个立线的吧，在现场的一些聚会的一些支出，这些支出也是这个费用的全都是组织预算的个这个周备资金，现在是用于在线的一些会务，像 Zoom 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的一些费用，都是从这里那边钱可以提供的吧。我们政府也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数字化的吧公共服务的是大规模的数字化的吧，这是整个一个计划，到2025年的话要完成的吧。好，非常感谢。接下来，请自我介绍了。大家的，好，我叫 Platina Pagoni， 我代表南非互联网治理论坛的秘书处。对电子服务的话，这个疫情的影响，良好的影响，应该是。数字化的学校数字化的加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吧，边缘化的这些地区的吧，所以我们有利用了现代的技术，允许不同的地区的吧地方的小朋友可以受教育，这个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吧内容。非常感谢，非常。猥琐性的吧，浓缩性的一个发言对吧？非常感谢这个发话。还有谁要？本来是申请的吧，但是离开这个排队的一个名单的吧。我讲法语的吧。我叫阿尔巴桑舍，我是IFG 秘书长。我简单的说，我们的经验还是比较客观的、乐观的吧。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疫情的良好的一些影响。跟上一次这个报告的吧，我们电子通信和通信传统通信的有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明显的增加了吧。特别是年轻人。用的互联网越来越多的吧，他们用一段网是为了销售，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电子远程教育的吧，所有的一些手段，我们学校也是适合这样的一些模式。里边的这个学校，比如说在 WhatsApp 建立一些学习一些教育一些组，
包括政府现在也是，包括上税，通过因特网，我们可以通过因特网互联网可以建公司，对吧？这些疫情所带过来的一些好的一面，非常感谢。非常高，最后一位介绍这个良好的影响，对吧？疫情的良好的影响。最后一个是 Marcel， 他是，就是参加了组织这个 EuroDig 一个活动。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对吧？一个是数字化的一个加速，这是一方面，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合作的吧，是在国际水平上面的吧，这在欧洲，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跨国的一个合作，我们可以抵抗疫情的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应用软件，可以颁发这个打疫苗的一个证明，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欧洲各国的欧盟这各国可以公认的，所以再到另外一个国家可以证明的吧，我们已经经过了通过了打疫苗的吧，这个也是一个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抵抗疫情，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面。好的，非常感谢。接下来让 Olga 那边说，我知道的这个事情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渺小的吧。当然这样的一些好的一面比这些不好的和恶的吧面肯定要很多，但是其他的这个不好的和恶面的也有的吧。那么前面申请的吧。申请的一个人据说过是一个三，你可能下一次，现在还是联系不上的。好的 ，Olga， 那么你接着说。我随时随地都是乐观的吧。如果是讲技术，我相信这个在用互联网的吧，在危机期间的吧，都肯定是更加乐观的吧。我注意到的是良好的吧，是电子商务。证明这个电子服务的吧，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些服务，包括这个改善研究这个疫情的一些方式的吧，打疫苗证明，工作教育的吧，这个接触性，这个是现在没有互联网的吧，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吧。所以肯定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期间的互联网体现了它自己的好处，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阴暗面的吧。所以我们刚刚谈过的好的现在是恶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些阴面的吧。那我们也是派一个列队，桑德拉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OK。我们也是会排队的，不好意思，我看不见您了。大家好的吧，我代表南非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吧，我知道应该是现在法院的是应该集中在这些阴暗面的一些地方的吧，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例子的吧，是互联网帮助我们发展的吧，但是在这里要介绍一个快速发展的吧，一些跟踪的一些应用软件，现在很多国家缺乏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关于个人信息的一些保护，所以这个不好的一面，因互联网的不好的一面，现在特别是暴露出来的吧，所以这是一个违反人权的一些案例的吧，就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不够过关。好，非常感谢。接下来的一个Abdias Zambra。
非常感谢。我在这里想要讲三个点，我们在巴拿马发生的，在2020-21年的吧，出现了一些黑客攻击的一个越来越多的。我们在这里，在巴拿马还没有一些有关的一些法律来保护我们的，这是一点的吧。第二个是。暴力行为的吧，特别是面向女性。在这里关于人权的规范的吧，还没有遵守的吧。另外一个，我们很多学生无法享受到这个远程教育，对吧？电子教育，对吧？因为他们缺乏网络或者是缺乏电脑，对吧？所以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就等于就是失学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个命令。关于远程工作的吧，现在开始，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些电子工作的还脱离一些现实的一些情况的吧，不太实际可以应用的吧。我在这里还要补充的一个是，在巴拿马女性除了要工作的吧，这个远程工作的，但是也是在家里还是要做家务。大家好的，我是代表这个互联网的社会的，我是在西里兰卡。非常遗憾的要去说明，我们注意到了有自杀行为、自杀案例在年轻青年人的吧，这个明显的增加了吧，这个是有非常必要的吧，是讨论跟官方的讨论的这个心理的一些问题，困扰着年轻青年的。我们的组织确定要普及化的这个咨询、心理咨询的吧和援助，疫情也暴露了这个我们的通信信号的比较弱，特别是在一些园区的吧，或者是山区的吧，很多学生都无法接通Internet， 有些是为了寻找一些好的一些信号，他们罢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行为。接下来 Narawita， 现在有您。可惜我们现在回声很大。也许话筒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可以换一下。现在这个语音的质量我们翻译不了。Thank you very much, Narolita. Mohammed, floor is yours. Okay. 下面是穆罕默德，我们现在请你发言。我现在想试着回答一下互联网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新冠以下，在非洲的北部非洲，在这个地区完全是应该讲我们很有意识缺少互联网的覆盖，没有全覆盖互联网信号。
尤其是那些已经被比较偏远的地区，他根本就没有可能接触到新联网，他们已经被抛弃在后面了。尤其在新的改革、数字改革的转型的之后，已经被远远抛弃。那么我们又会提到有关互联网的不平衡，很多信号没有覆盖到所有的人，比方说那些移民啊，或者是对新的外面进来的新人，他们没有可能用新的互联网的可能性，这在新冠时候尤其问题突出，而且还很缺少明显的法律框架，可以能够把全球的互联网接入能够更加加快。我主要想说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可能实现远程教育，而且还包括商业的网上的商业，有不少人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非常感谢，感谢穆罕默德。我还有四位发言人在等着，我想这一部分的互联网的负面的影响是比较越来越少。Lucia， 你听见我的声音吗？下面呢，就有请阿斯法尔多。非常感谢 Olga。如果考虑到通讯的改变，在新冠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我们开始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工作，我们可以有工作的办法，但是回到家以后我们就没有互联网了。那么政府的一些机构，他们必须要防止黑客的进攻，我们现在需要让政府机构有办法总结这样的报告，这样的情况，很多的使用者已经对使用的软件和互联网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任。我想我们应该创造一些社会上的可能性，让他们能够和其他人进行网上互动。我现在想提到网上的黑客攻击问题。在新冠的时期，有很多负面的一些软件，很多的病毒，而且很多的目标成为攻击的对象。除了此以外，还有不少的情况是，比方说一些政府的机构必须要付一些勒索金来支付他们被窃取的数据。非常感谢 Olga。 我代表的是西班牙的互联网管理论坛。我们在西班牙，我们经常在赞扬我们的非常好的互联网覆盖，甚至于比德国都好，最好的在欧洲最好。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西班牙有很多小的地区互联网的速度是很慢的。在新冠疫情时期，发现在这些小的地方进入网络的空间是非常的困难的，经常网速不可能增快。在这些地方
网速非常快的地方，那么经济的发展是可好，是不错的。那么网络速度很差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改变是很小的。那就是说，我想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有快速的互联网，尤其是在小的地区，这些基建设备还相对比较差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在数字转型的时候可以走得更快。我们知道在光纤通讯的时代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城市和小城市的快速的互联网，它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调研，我们也想把西班牙的经验告诉大家。Laura， 请你发言，下面请 Lucian。我想还想强调一下，前面说的，我们分析了一些技术的调研。网络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能够在哥伦比亚当中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是对社会关系非常有积极作用的。在哥伦比亚我们发现了互联网对整个国家的流动性非常大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哥伦比亚尤其是使用率比较高的地方，很多主机都被短路了。那么很多的同时很多使用者都开始担心，只是自己的言论自由和发言权在网络受到限制。现在我们说英文。现在我开始说法语。尊敬的朋友们、同事们，在新冠病毒事件，互联网有的时候是有负面作用的，但是有的也是像医药一样。我们在全球的农村当中，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多么的脆弱，尤其是在包容性和互联网的介入问题上，我们要和混乱的信息要做斗争，而且我们还应该和整个社会互联网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只有人才会造成一些罪恶，尤其在我们数字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是信任，需要用户者对互联网信任。我们现在的信任危机必须要共同来战胜。下面一位发言者，请请问，你们听见吗？是的，是的 ，Jenna， 你们听见吗？是的，我们听见。我代表的是亚洲和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年轻。互联网论坛，我们谈到各种互联网的发展。在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工作室，说到现代的技术对于跟踪信息的使用。我们考虑到是网络监控没有对于私人数据的保护，所有的这些技术现在可以说是网络的监控都是一些技术
使用社会媒体社交媒体来监控大家的行动。那么很多的国家政府机构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软件，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比方说像 Facebook、Instagram 能够使用。在我们的工作期间，所有的参与者都说到互联网和数字空间都技术都是需要包容性的，尤其在新冠的疫情下，我们更加的依靠互联网和新技术。因此在政府的手里，国家政府的手里，就应该他们需要更多的包容性的政治家，让所有人都能被包容，没有人被抛弃，大家有同时都可以比方说新冠疫苗对大家的使用，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工作室当中都提到过，我现在只想提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尤其是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比方说没有网络可以使用，现在尤其在要远程工作、远程教育的时候，那么网上的使用、互联网的使用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应该忘记，在没有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被排除在外的话，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非常感谢真南。好像现在是 Bram 要 Bram 听见吗？请发言。Bram from Malawi。听到，谢谢。大家好的。我准备了四点的吧意见。第一，近期发生数量比较大的这个融资，在线的一些融资的一些行为违法行为，也有一些性骚扰的一些现象，对吧？这是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对吧，是一些已经被边缘化的一些人群，现在没有接触到互联网，对吧，他们边缘化的吧是加深，对吧？第三也是暴露是对互联网应该包含的这个本地的一些内容，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吧？了解我们周边是做的吧？第四个是有些政府啊，特别是在非洲那边没有做好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在线的这个迅速的发展。非常感谢这个内容和遵守这个时间。Plantina 现在有你的吧？我相信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挑战，我们现在特别是南非要去面临的吧？应该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多的用的这个数字平台的吧，必须是确保给他们的一个安全的吧。他们是在线利用，不仅是受教育的吧，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用途。而非常遗憾的可以注意到的话，有其实危害等等会导致自杀的一些行为，对吧？年轻人特别是在这些边缘化的一些社会界，对吧，他们发送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照片，自己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些缺乏这样的意识，是放这样的一些照片是侵犯人家的其他人的一些自由一些人权的吧。所以应该是更加广泛的吧，宣布这些社交媒体的一些用户的吧，让他们知道的吧。那这个是在不好看的、不好的和恶的一些交界的一个地方的吧。Carmina， 接下来 Carmina， 讲法语。我是协调员的吧，是在马达加斯到。那么要说不是不好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一面，对吧？
最关键的是，有接触互联网的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平等的吧？像我们到上面的我们国家那边是互联网这个普及性还是比较少的吧？被封锁期间，都学校被关闭的吧？除了私立的学校，就是等于有钱，他们可以继续教育的吧？国家的一些学校的吧？大部分都是被停掉的吧，所以这个接触互联网是十分重要的吧。有电脑，有接触互联网是可以做很多一些企业，也是专注这个在线的吧。但是这些失业人员的吧，他们就无法转移，也无法享受这个电子商务服务。最后，我们也注意到的。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的一些监控的吧，现在在马达加斯加，互联网现在有很多，就是侵犯隐私的一些人员的吧，互联网帮助很多人，利用互联网是盗窃。好，谢谢。阿赫曼，听见我们吗？没有。Okay, once Amir finds his microphone, Yao, you're the last, and then Amir. Amir, you're there? 好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Amir, go ahead. Amir. Amir, 是你老哥，大家听见吗？听见。应该是听见的吧。大家好的吧。主持人跟发言者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发言的吧。互联网在疫情期间，我先抱歉，我先介绍自我介绍的，我叫阿米尔，我是。代表这个伊朗，互联网治理论坛的这个小组的吧，在我们国家那边受到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制裁的吧，现在疫情的一些爆发的吧，也是体现非常这些数字化的这个制裁有加重了吧，在这个疫情，这个是涉及到是对互联网的一些的密码的吧，对一些互联网的内容。接触不到国际的一些网络，这个是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阻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一个目标。我们认为缺乏接触互联网的吧，是违背的这个人权的吧。我们很多大学的有困难的能够接触到最基本的一些智库，很多公司他们也无法在线发展的吧。我们伊朗的公司的服务无法在Apple 商店或者是Google 这个商店不能找到的吧。所以我想呼吁有一些对互联网能够接受不受任何一些歧视的吧。好，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发表意见。好，非常感谢那最后一个是要在这一轮发言的吧。非常遗憾的质量，声音的质量不允许我们做翻译，根本就听不到这位先生在说什么。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so this is. 非常感谢这个这一轮就结束，做一个总结。负面的影响，一个是安全隐私，以及是接触互联网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本地化的那个内容。我们主持人想要说，莫里尔想说两句，用法语讲话。我是来自 Benin， 我们是讲过的吧，我们忘记了是互联网是一个供需，我们有一些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所见的我们所依靠的内容的吧，这也重要的是全都是要参照用户在线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要分开两个事情。因特网是做一个工具，它不负责是怎么被利用的吧，这是我们做一个用户是承担着整个一个责任。我们组织了一个论坛，我们想要提高一个敏感度的吧，让大家都最终的用户来有这个意识怎么去用的吧，因为往往是一些应用程序啊，互联网它有自己的一些规范一些东西的吧，但是要必须是最起码的一个努力要去注意个人的一个隐私的吧，和遵守对方的吧。非常感谢，接下来 Olga，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这是为非常不可思议的吧，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多么丰盛的吧，有多么地方的这么多的地方是参与我们的，对吧，我们剩下来只有20分钟，我们就集中这些难看的这个一面，然后后面会有一些希望会有一些时间可以有一个开放式的沟通一些问题，可能是不是全部呢可以做的，但是我看我们有多长时间，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不好看的互联网的一面，对吧，让我们的发言者，对吧，考虑是在这个聊天群里边，对吧，有很多一些分散的内容，对吧，可以去主要的吧，然后是在我们做一个这个板块的报告里边，对吧，应该是这个聊天群里边的这些内容，对吧，也应该有体现。好，我们遵循排队的吧，是谁要发言的吧，我们在一定的一个时间呢会关闭的吧，不能再增加人数。另外一个在请求不要再重复已经所介绍的内容。好，我们欢迎，对，我看我的屏幕，我看这个排队，第一个是有乌克兰的，来自乌克兰的 Olga， Nazar Rodney Muhammad， 接下来 Roberto 和 Marcel。我叫 Olga Kiriluk， 我是东欧论坛成员的吧，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我要说的吧是很多是内容的吧，很难明确的排列是属于是哪一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会遇到的一些现象，他们不是纯白的也不是纯黑的，都是一些在灰色的地带，就比如说有一些在疫情所在用的这个跟踪的一些应用软件的吧，可以帮助跟踪被传染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发炎的吧，蔓延的吧，我们去找了一些，就做一些分析，市场的一些分析，这是我们地区20个国家的吧当中的吧，各国政府的如何来负责，在做些什么，怎么去利用这样的一些应用软程序，这些程序是否违反了我们个人的隐私，对吧？
当然想法起初的想法是比较好的吧，但是他们没有进行一个对人权的影响的评估，没有采取一些监管的一些措施，不知道这些软件应用软件的有效率，但是我们明确的可以看到的吧，这些个人信息没有受到保护，没有在这里严格的一些要求，对吧？因此我们做一些给各国政府的吧，提供各国负责的部门一些建议。推荐包括编辑这样的一些应用软件，对吧？那个公司我们提供的一些软件，应该是怎么操作？好，接下来另外一个发言，对吧 ？Nazar， 非常感谢。难看的吧？那我应该提到些什么？学校被受到疫情，所以被关闭，对吧？有时候发生这个网络互联网并没有帮助的，所以不是每个地方学生可以继续读书的吧，不是所有的老师们可以开到这个课程的吧，进行课程，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看的吧，就是互联网并没有提供一些帮助，一个支持，这是很多影响到很多地区和国家的吧。第二个问题，侵略隐私权，包括个人信息的吧，资料，往往我们就不知道，无法控制谁可以利用我们的信息，谁可以看到的，这个也是一个难看的一面。好，谢谢 Nazar。接下来 ，Rodney。就来一个通信联盟的吧，我在这里要说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吧，我们一直遇到的吧，这个世界各地一个不平等，特别是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能力和接触的吧，就是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吧。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去花一些时间一些精力，为了减少这个差距，我们要注意让这些地区可以有一些比较大的好的一些进步的吧。我相信在今后的五年十年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这个平衡发展的一个目标。我相信这个间隙这个差距会逐渐的减少，而不会是不断的扩大化的吧，这样子的吧，互联网所带的一些利益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谢谢 Rodney。 接下来 Mohammed， 非常感谢。关于我要所说的吧，应该是说的我们现在是遇到的吧，一些监控，包括国家的一些政府一些当局的吧，想要过分的过于的控制用户的吧，不遵守的这个个人的人权的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律一些权益。所以包括隐私，包括人权的一些受到侵犯，在线的吧和数字化的吧，这里是我们要大声的说的吧，所有的积极分子包括普通的公民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也应该能够呼吁在这个领域上面的吧进行一个变化。我们必须维护在每个地方都应该得到这个言语自由，而不是每个地方，特别是像北非，我们一直有这方面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跟踪、监控、封锁，这个在数字化的这个时间，仍然还是存在的吧。
and resorted to deporting this regime to back to its country's position, which means that all these persons are just... So in this area,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complete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There are most forces in this beside also, and there's some issue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个人信息保护这个也是一个范围，这时间不多的吧，我就不多讲的吧。那么接下来罗伯特，非常感谢 Sandra Olga， 非常高兴我可以在现场在这里，我这一次讲西班牙文，西班牙语。要说互联网的难看的一面。我们在隔离待在家里几乎两年的吧，首先是第一，但是做整个社会也是被隔离的吧，我们想要理解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脱离这个疫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难看的一个局面。第二个是无法沟通，像今天这样子，或者像我们习惯性的吧。去年我们想要进行交流的吧，这个是第一个企图的吧。但是去年跟现在的吧，这个期间的吧，现在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一些想法、一些方案，让我们的生活是正常化的吧。这个应该是说的互联网在这个期间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搭档，最好的一个朋友，对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一个待遇，对吧？所以我们也要克服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回到的一些难看的一面，我非常高兴，我们有通过这样的一些途径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在这些漫长的、蔓延的这些月份的吧，互联网给我们多大的一个帮助和支持。我相信，虽然疫情已过的吧，我们还是仍然要继续交流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吧。我们看到的是在非洲、亚洲、南美啊，在欧洲遇到很多一些困难的吧。那么我相信这样的我们各地的地方的一些经验的吧，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转移到新的一些地方可以共享的吧。好，非常感谢，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我们肯定继续进行交流，继续对话。接下来 Marcel。接下来还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是的第三轮就会结束。非常感谢 Sandra。Rodney 说了发展中国家的吧，我想说这个疫情，新冠疫情。对所有的国家给予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吧，但是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吧，压力是更加大的吧。他们资源的是非常有限的吧，也是很难支持本地的一些企业的吧。另一方面的吧，有比较少的有资格有资质学历的一些人群的吧。他们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可以充分的利用互联网的一些好处，对吧？苏联的员工比较少，对吧？所以他们也是很难转移到在线的一个，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些矛盾的吧？因为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整个一个社会在危机期间，在疫情期间，对吧？对整个社会会有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也要想法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改善。最后一个发言Zaina， 接下来有请不停下来的排队，对吧？就不能再发言的。好，欢迎大家，我代表黎巴嫩的一个互联网治理繁荣。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其他的危机的影响的会影响互联网的，我将会讲阿拉伯语。大家如果知道黎巴嫩，知道的吧，是停电有多么大的一个因素。
因为万万都停电，每家每户有柴油的这个发电器，这个也是黎巴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柴油也是进口的吧，都是花外汇的吧，成本比较高的。这个也是对基本的一些产品的吧，它的接触性啊，它的价格，其中包括互联网的吧，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成本一个的，这个也是对整个互联网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稳定性，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吧，所以经常的这个停电。是变成全国的一个困难的吧，有些公司大的一些集团的吧，开始垄断整个一个局面的吧，因此在黎巴嫩我们也是见证了互联网的供应的一个质量的积极的下降的吧，缺乏自己的这个资源的吧，东部也出现的其他的一些困难和危机，他们的团队是有一些电脑这个网络基础建设的吧，缺乏零部件的吧，关键的一些部件，这个也是普及和发展互联网的吧重要的一个阻力，这个基础建设是完全不够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黎巴嫩的可以感受到的吧，是缺乏有学历的一些职员的吧，可以在线离线的混合的工作的吧，可以改造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持续，可以更大程度进入这个数字化的世界，这个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公共的服务，但是也是私营的吧，唯一的一个好处是民众里边的有更大的一个意识，是能源的吧，再生能源的太阳能源的吧，是会对我们国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自己缺乏一些其他的资源。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已经所参与的一些发言的吧，感谢他们传达的吧这些信息。好，我们剩下来只有三分钟的吧，我一直在考虑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只有我们在整个一个安排还有一些内容，但是缺乏时间的吧，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这个没听到你的建议，我不知道是你在说什么。那我们下一步的一计划是，我想我们现在讲接下来的一个板块，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的吧，只是继续一个对话的吧，这个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谈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一年一次聚会的吧，但是这样的一些论坛之间的吧，那在这个期间也是发生很多一些事情，很多一些活动的吧，所有的这些部件都是要像齿轮一样进行交叉的吧，那么我们的时间的平台和麦克风应该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来他们做总结今天的对话。非常清晰的听你们的发言，我和 Moria 负责给大家做总结。
我会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如果说到正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就是说数字使用、数字化的转型，而且这个政府的一些更多的服务通过了网络和数字来推广，那么一些不好的事情，比方说一些封闭啊、封锁啊，学校不能够正常的上学啊，不能够很好的为孩子提供教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给孩子进行教育，那么这些负面的影响就是网上的一些侵害、伤害，或者是网上的折磨摧残。我们还看到有很多的自杀开始更加的增多，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在网络上面的贸易也更加的繁荣。那么在网络的侵害也是越来越多。现在我们要进入尾声了，但是我们的时间呢还是比较按时遵守的。那么现在安妮还要给大家做一些最后的总结。那么我想要强调的是，我邀请所有的人，尤其是总结的人，大家能够查询一下我们的网络留言到底都有哪些他们提供的建议，这些建议有的时候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那么这么丰富的一个网上交流，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平台，使我们能为将来的工作提供更多的灵感。我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参会者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经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网站和我们进行网上的交流。我已经不能等到下面的继续会谈，下面我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可以来总结一下这次我们的讨论。安妮现在在房间吗？对不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厅，有的时候还非常感谢 Sandra Orgo，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任务。我们现在给大家热烈掌声，给予感谢。我非常感谢所有，衷心的感谢，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任务。在我们前面的任务还有更大的、更艰重，我希望我们能够胜任。Sandra 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多的启发。那么我们下面的一些留言可以为我们下一次2022年的互联网管理呢可以再一次见面。谢谢，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工作非常好，我们希望下一次的会见我们可以亲自见面。再见。